我们看第一题，它如这个图所示啊，由以原点为圆心的单位啊，判断下列选项何者正确？好，那这里的话，说到 A sin 西塔等于 F1，然后 B cos 西塔等于负的 EO。C tangent 西塔等于负的 AB，它的 D cotangent 西塔等于 CD，再 E cosecant 西塔等于 OC。好，我们看啊，我们这个。第二象限角，广义角，广义三角函数，我们现在用狭义三角的函数来表示。这个几度？这个就是西塔减九十度了，西塔减掉九十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像我们看这个 sin 西塔哈，等于多少呢？第二象限嘛哈，等于是多少？等于是这个，cosine 多少？cosine 九十度减西塔，它也是等于 cosine 西塔减九十度。就这个角叫西塔 plus。好，那现在cosine 这个角等于哪一段呢？等于这一段的 OE 啊。因为这个比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邻边嘛，它比上斜边，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等于 OE。那 FE 对不对呢？FE 就变成 sin 西塔，所以不对了，所以 A 这个是不对的。好，再我们看你的 B 的话cosine 西塔等于多少呢？等于 sin 九十度减西塔。它会等于负的 sin 西塔减九十度，因为 sin 是 g 函数，sin 西塔减九十度，sin 这个角度就是这一边比这一边嘛，这单位圆啊，所以答案是 F1，而且是负的F1，所以这也不对，他说 EO 就变成 cosine 去了。不对，这样看 tangent，tangent 西塔是等于cotangent 九十度减西塔，它就等于负的，因为 cotangent 也是 g 函数，负的 cotangent 西塔减九十度。好，那 cotangent 这个角度是多少呢？是等于哪个角？哪个比哪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比这个啦。cotangent 嘛，是邻边比上对边，邻边比上对边，但是这个又不是一，那一的话是哪一个这个角度这个是等于哪个角？这是180减西塔，不然我们用这个角，用这个角的话我们不要用这个，tangent 的话我们用什么呢？用这个，负的tangent 180度减西塔，负的，因为这个在第几象限？第二象限是负的，天线是负的，那这个角度的天线呢是哪个？是这个比这个，所以是 AB，所以事实上是负的 AB 那这个是对的，所以 C 是对的。再我们看 cotangent 的话，应该是这一条，这一条
cotangent theta 哈 ，theta 等于负 的 cotangent 180度减 theta 好，那 cotangent 这个角度等于哪个角度来？等于是 cotangent 这个哈，应该是哪一个？哪一个比较好？ 或者是天线这个可以啊，天线这个的话等于这一边的，我们用什么呢？用这个 tangent 哈，90度减西塔，那这样就等于负的 tangent 哈，西塔减90度，啊 tangent 这个角度哈，就是等于一 cd 啊，以上这一啊。 所以这一段代表天线这个角度，好，那这样就代表 cotangent 的这个角度，好，那所以这个等于天线西塔减90度，天线西塔减90度就代表 CD， 所以应该是负的 CD， 所以负的 CD 才对，所以这也是不对，应该负的 CD 好，再看一 cosecant 的西塔哈。 cosecant 西塔呢，是 sin 的导数，是那个 r 除以 y，r 哈除以 y，r 除以 y 的话，这是 r 除以 x 嘛，r 除以 y， 哦，这是 r 除以 y。 r 除以 y， y 的话是要一，y 的话要一，r 除以 y，r 除以 y，r 除以 y 用这个了，不过就是说哈，要是这个角度了，就这个角度了，这个角度几度呢？这个角度就是西塔哈，减90度了。 所以我知道哈 ，cosecant 的西塔哈是等于多少？是等于那个，secant 90度减西塔。secant 90度减西塔哈，这是 cosine 的导数了，所以是 secant 西塔减90度。secant 的话呢是 r 除以 x。 r 除以 x， r 除以 x， second 应该是这个角，但是这个又不对 ，cosecant。 我看到 OC 是不对的，我看 OC，OC 的话呢 ，OC， 这是 r 除以 x， 这个对的，为什么？因为 secant 西塔 ，secant 西塔的话是什么？是斜边除以邻边的，哦，就是说 secant 这个角度哈，就是这一个，它比上面这个。 所以答案就 OC 没错，哦，secant 的这个角度嘛，哦，secant 的这个角度就是 r 除以 x， 没错，这个是等于 OC， 所以这是对的，一是对的，所以答案应该选 C 跟 E， 答案应该选 C。E。